都是没有整理，刚出来是那个草很高，就是我用已经有请人家整理过两次了。这边种水稻有啦，有增殖了，当初买的时候已经增殖了，很开心是有增殖了，不然买的时候当下也是很。不是滋味啊！大家看，人家登录起来，我要去问中介，中介说也都有增值啊。快递给吸引好不好？我说真的要找到有一块这样的地非常困难。你在台湾里面来讲，虽然说有经过一小段那个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那是我们的警，因为有那个警帮我们当警卫超好的。对。因为他不是在我的镇旁边呐、啊。对对对。他离我们有一段路了。对。你好，丽。看了又没地方。因为我要最近是，我也打算说。这边就全部种香蕉，然后就那个上次也把它种有机芭蕉，芭蕉种随便种就随便长，然后芭蕉现在价格也很稳定。芭蕉，其实你这样，你请的员工是都有律师排队。